成民主台湾坚韧勇士。进场的是国立体育大学，国体大承载着孕育国内体坛精英的使命，展现各体育领域的丰硕成果，秉持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是我国运动竞技与健康休闲领域卓越标杆的一流大学。而国体大今天将为我们带来包含像是跆拳道品试、武术、花式溜冰及韵律体操的综合展演。本次主题是卓越传承，因此除了国体大的同学之外，还搭配了高中、国中还有国小的同学一起来演出。跆拳道的选手年纪最小的只有4岁哦，哇，真的是非常可爱，但是架势十足，等一下大家看看就知道了。马上，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他们带来的青春奔放，卓越传承。首先表演的团体是来自国立体育大学的跆拳道品试队。国体大品试队在许多国际重要赛事中屡创佳绩，刚刚结束的杭州亚运中品试项目马允中选手勇夺银牌。而本次表演人员中也有多位曾在国际赛场上夺下奖牌的国手，包含李应轩、陈湘婷、陈以轩、李成功、陈静及李婕妤选手。品试二字，品代表样式、教规，试代表力度、气势，两者结合在一起时，除了各招各式的动作标准精确，还要结合内在的气势，展现跆拳道最佳的力与美。而现在要为各位展演的是跆拳道品试的高力型及太极五章型。高力型所展现的是混合仙人的精神，将节度和缓慢性表现无疑。爱的表演代表八卦中的巽，巽的含义为风，因此表现时要如风一般，感受从微风到强风越演越烈的精神。动作由刚开始的肃穆沉静，逐渐到刚强而威猛。是由国立体育大学、台北市立大学和育达高中武术队带来的大旗小旗结合刀术的表演。旗子所代表的是旗开得胜，刀术则代表着霸气与力量的象征。三所学校的合力演出，气势磅礴，象征着世代传承、团结同心的台湾精神。紧接着看的是太极拳，内外兼修，形态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是独步全球的中华传统武术，练身也练心，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学习而渐入佳境。台湾的太极选手也在国际赛事上有亮眼的表现。现在广场上的表演人员也包含今年成都市大运女子长拳项目摘下铜牌的林千玺选手。
极拳脱胎于武术，不仅汲取各种武术的精华，也讲求内在的修为智慧。数百年来，太极拳透过师徒传承的方式，将其中深厚的文化内涵及高超的武术技艺保留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由国立体育大学曾经获得2018年首届世界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项目银牌的郭国军选手，带领着学弟妹们展现太极拳的圆融韧性。而现在即将要表演的是太极一章，乾坤的乾，乾指的是易经中的第一卦，具有积极向前的精神哦，代表中华民国全体人民在不同领域的开创，同时象征对普世人权的积极向往与民主精神的蒸蒸日上。现在场上大选手就要带着小小选手表演着跆拳道品势的根本太极一章，象征传承民主台湾，坚韧勇士。南棍和北棍，棍术发展的历史悠久，不论是民间防身或是军队御敌，棍术都占有重要的角色。观众朋友，面对总统府右半边的是南棍展演，南棍的动作特色是刚猛有力，而左半边是北棍展演，动作特色是舒展大方。展演的同学们利用棍扫一大片的特色，演练出猛虎出山的视觉冲击感。接下来进场的是由品势、武术、花式溜冰及韵律体操项目联手组成的展演队形，从他们的速度与运动身段中，要体现台湾多元发展特色。现在在广场的中间，跆拳道品势排列成国花梅花的形状，梅花有三垒五瓣，三垒部分由三位花式溜冰金牌国手陈一凡、李少冠、李少杰所组成，他们以优美的体姿进场，呈现花式溜冰的高难度技巧动作。广场上有曾拿下金牌的国手，也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选手，不论是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要用自己实力让台湾的名字被世界看见。是由武术、跆拳道品势、韵律体操、滑轮溜冰项目以及桃园市立中山国小武术队同学组成的飞鸟，准备迎风展翅。
在场上大家也可以看到以华丽舞姿滑行的花式溜冰，是我们的陈亦凡、李少冠、李少杰选手，他们手持国旗进入广场，国旗迎风张扬，引领飞鸟展翅翱翔，象征着台湾跃动不停的活力，也代表台湾运动员不断前进、努力冲刺的信念，展现竞技运动追求卓越的精神。现在由国体大竞技学院的同学要举起台湾的彩带，在稍后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精彩的画面。学院的同学举起台湾的彩带，这六个字母是我们无可取代的名字，就像国体大同学这一次的展演，不断努力，充满韧性，让世界看见台湾青春奔放，卓越传承，迎风飞翔，台湾起飞。感谢国立体育大学及所有参与团队的演出。